主料嫩黄瓜30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精盐5克，蒜5克，葱5克，油30克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炒锅至火上，放入食用精油。当油温达六成热时，倒入蛋液炒成蛋花盛出，把准备好的黄瓜切片，炒锅再放少许油，油热将葱蒜末倒入爆香，下黄瓜片，咸翻炒，再倒入了蛋花拌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此道菜需要高温爆炒，尽量短时间出锅，这样可以保持黄瓜的脆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